受惠农历春节跟228的双连假，带动了送礼、休闲、零食商机大爆发，加上了假期天气好，饮料类股的爱之味、天人、黑松，今年2月营收年成长都超过20%。随着夏季到来，爱之味跟黑松都有新品陆续上市，营收渴望逐月的成长。